三秒驶车抵达了上海，现在入住酒店。我刚才吃了我今天最后一顿饭，今天我一共吃了七餐。明天早上我们将8:30起床，然后到检录的地方称体重，领取号码牌。那么今天就这样。今天是1号的早晨9点，我们这里刚吃过早餐，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状态，明天我就停水冲碳，今天还要再灌一天水，状态感觉还是比较干的。我们现在出发，准备到酒店去检录领号码牌，一会儿到地方以后我再录给大家。曹俊，好汉，郭庆华，郭雨婷，吴奇隆，曹俊来了。经过了3个小时的报到和检录，我们领取的号码牌是217号。然后呢，我的身高给我量出来一个1.72米，可能是脱水过度的原因。那么我们被分在了 B 组。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，所以我的所有饮食包括冲碳吃的东西全部都要自己做自己买，所以讲现在我们到超市来买一些食物，为最后比赛冲刺做好准备。6点半，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冲碳日。昨天我们准备好了今天所有要吃的碳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今天所有需要的碳水。
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吃第一餐，开始称餐。好，我们刚刚吃过第一餐碳水，现在感觉良好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吃过这么高的碳水化合物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赛前的除毛。刚才我们到全家超市买了一些上台之前一些要冲的快碳，主要以巧克力为主。还买了一瓶红酒，准备在赛前的前一天晚上喝点红酒，让身体更干一些。今天是赛前最后一晚，明天我们11点左右上台。今天我已经停水停了一天了，马上我准备到 Shake Shack 去吃一个我心仪已久的汉堡包，这是我这4个月以来第一次吃汉堡，很激动。我们一会儿见。控制饮食4个月以来第一次吃到我想吃的东西，我的心情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，我只想赶紧吃好吃的。我们刚刚在酒店打完底色，然后我吃完这一顿牛肉加红酒，我就准备睡觉了。早晨我们大概7点起来，我再打一遍第二遍油彩，然后我们就出发去会场准备比赛。一切都收拾妥当了，准备出发到赛场。好，那我们加油吧。Thank you.
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eat.谢谢，男子健体立足的预赛到此结束，请运动员退场。